对啊，而且生意更加。是那种，而且老外会吃的一种那个。花生糖。Cotton candy， 反正就是糖果之类的啦。哦、是、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名字啦，不过就是吃起来，你嘴巴也应该也加蛮多色素的。我个人。哦，哎呀，真的。有的颜色会用的非常非常鲜艳，这个倒还好，快点要买一个试试看，好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买来试试看呢、啊。per ounce 1块钱，一盎司多重？一盎司是30克，那还好，所以就看你们很重的。哦，回针头，哎，可以试试看。Camera 就买一些哦，他们有，对，都有没有没有，嗯，啊，哦，香蕉不要，好，拿一两个，都各一个，好。不要买那么多，不好吃。这个 get tricky。啊，是哦。哎，要不要看看哈？哇哦！Go fever， 哦，这好特别啊！妈的肉，好妈的肉，嗯，烂妈的肉啊 ！Go fever 为什么 ？OK， 哦，嗯，好。不是你要挑的。是高那个 caramel 那个。这个面应该比较好吃。他这边也是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能不能做呀？我来做这里四个人瘦。
Old Fish and Caramel。 这是老人 Old Fish。 嗯， Old Fish 传统的。Thank you. Good job.